这个球三垒上空穿出去了，安打一支。Many 在这种比赛呢又敲出了安打了，哇！所以最近的手感呢，已经是连续十场比赛都出现安打了。这个球结果打成了，在三游之间穿出去安打了。林奕泉，哇！现在今年如果先以现在算二之二的话，打击率又到四成以上了。林奕泉呢，这敲出了三游之间反方向的穿越安打。这个球打到的是在右外野方向的一个飞球，横移之后的接球接杀出局，中程佑这个球直接往三垒方向传，看到 Many 的滑垒，哇，很顺畅，悬空的对慢动作，这个、真的是以这个速度加重量来讲的话是相当的吃力的。来看一下林冠贞这个外野的飞球在左外野方向， Many 在三垒垒包上面，现在要回来得分啦。哦，连续两个的飞球啊， Many 从二垒到三垒，现在从三垒回到了本垒。林冠贞的一支高飞牺牲打带有一分的打点，让 Manny Ramirez 滑回本垒得分，在五局的上半呢，犀牛添得一分，追到了又是一个三分的差距。这个球中间方向安打，满球数的对决，这一棒结果一垒手没有接到，现在三垒上的跑者回来，二垒上的跑者绕过三垒，这球直传本垒，主审判定take out 出局，哇，这个球啊，右外野手来一个美记雷射尖，中程佑直传本垒，把第二位要回来本垒老家得分的跑者呢给 take out 出局。